是我们的选择，也是这个星球的选择。2316年，最初的拓荒者们抵达了这里，泰达星。他们建造了宏伟的幻塔，以攫取无尽的宇宙能量、元能。新的文明与世界由此诞生。然而，人类过度的欲望，终于将这个世界推向深渊。失控的元能导致了大灾变的爆发，整个星球瞬间分崩离析。即便是这样的一片废土，却也仍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。我只想像哥哥一样保护好身边的大家，可直到那一天，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崩塌。他被感染了，都是我们下错。哥哥，这是我们的规矩，对吧？莎莉，你好些了吗？我想爸爸妈妈。莎莉，住手！大家小心！动手吧，哥哥，让我作为一个人类死去。如果给我再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仍会选择踏上这条无悔的道路。那么你呢，拓荒者？你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当你从这个破碎的世界中醒来，迷茫和未知正等待着你去探索。这里虽然暗藏危险，却又充满新生的希望。而你的选择，将为这个世界开创新的起点。这片痛苦与希望并存的大地之上，有人选择守护身边的细小温暖，有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打破桎梏，有的人因为肩负重任选择留下，也有人向往远方而出发。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存在和努力，才让那些已经被决定的未来再次重启，而我一直这样坚信着。这个世界即将被改变，而你会是我们的希望吗？莎莉，这个名字好熟悉。莎莉，她还没有死，会想办法治好她，哪怕付出一切代价。听话，乖，等你长大就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许个愿望吧。那莎莉想要和哥哥永远平平安安地在这里生活下去。哥哥，是你吗？莎莉，我们回家。